好，下面第四个问题，关于放生数量的问题，在同等条件下，有同样多的钱买数量多的，还是数量少的动物去放生，比如一只龟或10条鱼等等。我们放生啊，最好不要有这种分别执着。只有这个钱啊，有多少钱呢，就放多少。那么这个贵的动物啊，或者是便宜的动物啊，最好都能照顾得到啊，而且呢，看着这个缘分啊，如果到市场里面，你一看呢，哎呀，这些龟啊都是很活跃的，你可以全部包下来啊，来放生啊，这个是呢啊，看呢。具体情况而定，啊，不要有啊那种啊自己，啊要一定要放数量多或数量少啊这种啊分别执着，啊那数量这个少的贵的动物你钱少，那你就不买它们吗？那它们也会被遭到啊屠杀，所以这个呀，我们的心要有平等的慈悲。随缘去做，这就好了。第五个问题，关于百期法会问题，净空老恩师于5月19日护国西斋百期系念法会网上，号召我们佛弟子为世界中国境内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一切众生化解怨恨、消除啊消灾免难。祈愿全球各地净宗四众同修，响应此无比殊胜的法会因缘，每日至诚念诵《中风三十系念法事全集》一部，并于今日起，每晚8点半，恭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1000声，回向世界各地消灾免难、风调雨顺、挽救劫运。我们佛弟子积极响应，请问如何做才如法？如何响应才如法？这个三十系念的法会，每天呢，都由我们实际禅寺这里播放到网络上，可以打开网络跟着来做那么观世音菩萨圣号可以自己来念数珠计数可以呢，这个念得快念得慢自己调整念1000声。回向啊，世界消灾免难只要诚心诚意来做，发起真实的慈悲心救度全球苦难众生，这个心发出来了，就如法不是只讲究形式那么如果是。要上班的同修工作可能比较紧张这个我们也考虑到6个小时的三十系列呢做起来不一定每个人每天都能做得到那么师父上人也指示我们呢用读诵的形式把三十系列呢这个法事的全集从头到尾读诵一遍，就是用这个不用念诵、不用唱诵的就朗读，我们现在在华严讲堂的学员们，每一天呢也读诵一遍，从头到尾加上念佛读诵，不到2个小时，这样子也。很方便等于做一堂网课我们师父上人每天也是读诵三十系念一部他从2002年9月16号就发愿呢，尽行受每天念诵三十系念法事一部，
专为回向啊全球苦难众生，以及我们这些净众示众同修，啊，帮我们消除业障。所以老人家确实每天呢、啊，都信守诺言呢、啊，啊，来做三十七年。啊，有一次呢，茂生啊跟师父上人呐、啊、去埃及，啊，这是好几年前的事情，啊，到埃及，到罗马，啊，去访问呢这宗教。那么从这个飞机啊转机到曼谷，从曼谷啊起飞飞往埃及开罗。啊，这个起飞是半夜两点钟。啊，那起飞以后，那茂森呢就想去看一看呢 啊师父啊啊现这个晚上啊需不需要啊提供一些、啊、服务啊，到了他的位置上啊，就看到呢这个周遭的这些人呢、啊、他们的灯啊全部都熄灭了，只有师父他自己啊这个上面阅读灯啊开着。那茂森去看了一下，哦，看到师父上人正在做三十系念的这个读诵，啊，半夜三更，那旅途劳累当中，还是这样坚持，所以茂森非常的感动，啊，老人家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样子。这种意志，这种啊救度众生的悲心，是我们呐、啊、学习的好榜样啊！所以我们也要发起啊，像师父老人家那种悲心啊，再苦再累也要坚持啊，每天呢啊做这个。超度啊，念观世音菩萨啊。那么关于这个读诵啊，我们现在这些学员们啊也发心啊，把这个读诵啊读熟，也将来录成啊光碟啊，制作出 一套啊啊，不到两个小时就能够读诵完的啊三十系念的法事。在网上呢啊提供给大家，也作为呀 啊大家的参考。好。那我们继续啊看下面一位同修的提问。尊敬的钟博士您好，阿弥陀佛。由于这几天很忙，昨天很晚才听到您对我问题的回答，尤其是啊，说5月12号是释迦牟尼佛的圣诞，可那天却地震了，难道世尊也不能挽救这场灾难吗？这个问题我是流着眼泪啊听完的，听了以后啊，明白了这场灾难呢、啊、是人们的业力所感，更知道自己是多么的无知，不能啊明白世尊的大慈大悲，而因此啊犯下了大罪，心里很是不安，也很害怕，一夜都没休息好。早晨起来就到佛堂前呢、啊，哭着和向世尊呢、啊、忏悔自己的罪业，希望世尊原谅自己所做的罪业。我要从自己做起，好好的。断恶修善，我不知道我这样做如法吗？对吗？我还应该怎样做才能够消除自己的罪业？恳请钟博士开示，我想尽快得到您的解答。这个
您能够想到呢，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呀，不是那么妥当那么感觉到心不安这个是你自己呢，可能呢对于佛非常的敬仰能够呢这个虔诚的恭敬的向佛求忏悔这个就很好了不必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这个罪业怎么才能够消呢？实际上这个心清净了，罪业就消掉了。那么您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好的我们的解答上一回我记得也解答了这个问题大概也是有不少的同修有类似的困惑那么您由您提出来把大家的困惑解决了这也是一种功德所以不必自己心里面呢折磨自己真正报佛恩真正消罪业最好的方法就是一心一意念佛求生净土这真的叫四恩总报三有其资一切的恩德可以总报了一切苦难众生我都可以去帮助这是往生就做佛就可以实现这种愿望所以面对这些苦难众生我们不要想自己想着赶紧往生往生以后才能够乘愿再来救度这些苦难众生那么自己现在你觉得决定从自己做起断恶修善这样做就很如法自己做个好样子能影响周遭的人这就帮助周遭的人消灾免难灾难是众生恶业所感佛菩萨要救度众生也是要帮助众生回头断恶修善他才能够消灾免难好，下面一位同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最近默学知道安徽省庐江县石基禅寺在做百期护国息灾30系念超度法会净空老法师也宣导大众每日恭诵一部30系念全集来化解灾难网上也有石基禅寺百期直播默学希望把石基禅寺护国息灾系念法会制成 DVD 一片加字幕加净空老法师对百期护国息灾系念法会重要性的开示来流通使大众对护国息灾系念法会有所重视也可以放在网上供大众下载刻录流通让社会大众普遍参与使世界和平安定消灾免难您这个发心非常好我们随喜功德那么这个如果你能够直接从网上下载这个 DVD 来制作这就很好那么如果是需要技术上的这个配合是可以呢写信来看看呢这个这边石基禅寺和香港佛陀教育协会如何来协助你进行这个流通的工作
第二个问题，我们这里是天津滨海新区，老城区正在大规模的拆迁与大规模的建筑新城区和新楼房。请问钟博士，第一，我们在搬迁时，老宅与老城区内不同空间的各道众生是否也要搬迁？啊，我们如何能帮助他们？啊，这个他们也会呀，搬迁的。啊，首先这个畜生道的众生，啊，鸢飞软动，昆虫啊，他们肯定也是要搬迁的。啊，另外呢，这个鬼道众生，啊，他们这原来呢是啊一的这个栖息在啊这些啊老城区内的啊这些啊建筑物啊上面的，那么他们也跟着啊拆迁啊来搬走啊，那么在搬迁的时候，因为难免会呀、啊、伤害到啊一部分众生啊，包括鸢飞软动生灵，所以最好呢，搬迁前3天啊，我们呢念佛啊，向佛菩萨这个祈祷，请求这些众生啊搬迁啊，不致啊伤害到他们。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这里建筑新城区与新楼房在占地时，是否影响在那居住的不同空间的众生？我们在啊乔迁新居时，如何与他们呢和睦相处？啊，你有这样的一种心呐，很难得。啊，处处啊都想到不同空间的众生。啊，如果人人都能够啊有这种啊念头，那我相信世间呐就会太平了。啊，这是对众生的尊重，啊，敬爱。啊，所以呢，在乔迁新居的时候，啊，这个最好呢，在新居啊搬进去之前呢，提前3天啊读诵经典。啊，可以读《地藏经》，也可以读《无量寿经》。嗯，这个能够啊，在这个新居的时候啊，读诵啊经典，这等于给这个新居啊增加了啊这个良好的氛围啊，佛光照耀啊，以后住的会很安稳啊。啊，茂生啊，过去，在还在读书的时候，我父母啊，有一次呢搬家，啊，搬到新居，结果，啊，这个，当时我们刚刚学佛，啊，我们也想到了，啊，就在新居里头，啊，念了3天《地藏经》，这是回向啊，这个新居里的众生。啊，让他们都欢喜，啊，那么也跟他们呢禀告，啊，告诉他们呢，我们现在要准备搬进来，啊，这是皆大欢喜。好，第三个问题，默学在帮助他人在超度法会上立牌位时，有的人原名啊，在做身份证时名字音啊对。这个对字不一样了。现在呢，他用身份证上的姓名。请问钟博士，立牌位时要写他的原名，还是身份证上的姓名？如果写错了姓名，所立牌位众生是否可以进入超度法会现场？那么这个写这个名字啊，是要随顺呢，他本人啊生前这个自己呀喜欢用的名字啊，那么他有原名，
而且他喜欢自己用原名，那么最好啊，给他呢立牌位时候写原名。所以这个呢，都是按照呢这个他生前的爱好。那么最关键的是立了牌位以后啊，要把这个做一个祈请的仪式，在佛前祷告，祈请这些牌位的亡灵来到法会上参加法会。你的心念到了，他们就能感知。下面一位同修的提问，内容涉及三个问题，分别是：现代女性是否应该回归家庭？科研专案收入是否如法？以及基于江本胜博士的水结晶试验，对于其他如土、岩石等材料，是否也会存在同样特点？这三个方面问题。第一，圣贤教育主张，家庭中夫妻的职责应当是男女有别的。我也赞成对现在大量投入职场的妇女而言，回归家庭发扬四德，为孩子提供很好的家庭教育很重要，甚至是急切的。然而对于有些家庭，如果只是妻子一方接受圣贤教育的思想理念，而丈夫一方不接受，比如根本不去了解佛法，连给孩子播放《弟子规》都反对，妻子学习《弟子规》也不被理解。这样的话，妻子可以讲妇德，而丈夫可能就较难讲夫义了。比如，丈夫要求妻子不放弃社会工作，为家庭创造经济收入的同时，还要把家庭卫生、子女教育、伺候公婆等事情能做到完美，这对于妻子而言是较难的，还可能导致什么都努力做，却什么都没做好，这种情况如何处理好一些？确实您提的一个这个问题也是现在社会上严重的一个问题。现在呢，讲求的男女平等。实际上呢，男女平等这种提法是让女性负担更重。过去的社会男子呢在外工作挣钱养家。女子的主要职责就是在家里养儿育女教导儿女。负担起蓄养后代的义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一位太太在家庭当中，她的这个职责甚至是比丈夫还要更为重要。因为她所负担的是整个家风能不能传承给后代的这种使命。孩子能不能成才，要靠太太要靠母亲的培养。那这是需要这位太太专心的做好这个工作。如果是出去外面工作，这就分心了。真的像您说的，可能努力的做，但是呢都做不好。人的精力有限。所以现在提出说男女平等，鼓励女性走出家门这个在社会上也跟男子一样的工作。但是呢却没有注重女子还有一个比工作更为重要的这个使命那就是教育下一代工作能做得好，
挣的钱多，但是下一代没有了。你说这能行吗？那如果有这个太太意识到教育儿女重要，又不能够放弃工作，这就很辛苦了。等于是双重的责任呢，压在了她的肩膀上，而丈夫呢，原来是全部负担家庭生这个经济来源，现在只要求一半，所以男子就清闲了。所以提倡男女平等啊，这是什么呢？让男子得到益处了，女子呢，这就是受到了很大的这个亏损了。所以啊，真正要求男女平等，是要爱护女性啊，让他们真正做到他们的重要的这个工作，而能够全心全意的做男子来护持。这就所谓的男女有别夫妇有别夫妻之间他们有分别的工作分工不同目标都是能够让家道传承长远。那这个道理是得广泛的跟社会大众来说明。这是对女权的尊重爱护不是在践踏女性的这个权利。以男女平等的幌子让女子加重他们的痛苦。这个道理呢，说清楚了以后，希望呢，夫妻之间能互相配合。丈夫要勇于承担起抚养家庭这个经济来源的使命这是义不容辞的。不能只是自己做一半，还要自己太太做一半，这对不起太太。真正爱自己的太太，应该让太太安心的在家里专心抚养孩子，这样的家庭才是幸福美满的家庭。那么如果作为太太遇到丈夫他不能理解或者不肯不愿意配合那么自己只好多承担一点了而在工作的时候要晓得在工作和教育子女这两方面比较，教育子女比工作还要重要。茂森的母亲他就是这样的一种理念他对我从小到大的这个培养都非常抓紧虽然他也工作但是呢他的这个工作上面的成就他并不在乎他是很能干的人很有智慧的人所以工作呢也做得很不错也曾经拿过像广东省好新闻作品奖他原来做记者的时候也曾经拿过广东省的公共关系的这工作奖励这是他后来做公共关系部的经理
啊，但是呢，这些他并不是放在心上的，啊，他绝对是把教育子女放在事业的之上，啊，他对自己事业并不是那么追求的，啊，所以现在呢，啊，茂森，啊，还算走上正路，啊，也能够啊，不辜负家母的这个期望，啊，他晚年就开心了，就欢喜了，啊，他对别人讲啊，啊，这个教育儿女啊，这是你现在种的好因呐，将来的好果啊，你可以享受到啊，终老，啊，一直到你离开人世啊，你都在享用的这个果啊。啊，而我们的工作事业呢，只做到退休。我母亲50岁就提早退休了，啊，她的事业就完成了，啊，可是呢，有一个好的儿女啊，能够让你一直啊孝到最后啊，啊，你事业再风光，到退休了之后啊，人家就不理你了。啊，有好的儿女啊，你一直可以啊，开心到最后啊。所以，就从这个事法上来看，你也知道啊，教育子女啊，比工作还要重要啊。那么，教育子女是希望儿女啊，成圣成贤。啊，孙中山先生啊，在鼓励啊大学生立志的时候啊，劝导大家啊，要立志啊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啊，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不要把名闻利养啊，个人的这种啊名利放在这个重要的位置。不要去啊，啊，争那些，啊，争做什么呢？争做君子，争做圣贤，啊，培养一位圣贤，对社会呀，带来巨大的利益，这是功德无量的事业呀。啊，这是做母亲要有这样的一种啊理念。啊，茂森的母亲就跟茂森呢，明确的提出，希望我做君子，希望我做圣贤。嗯，所以要有高的立志，首先母亲要立志。志取乎上啊，谨德乎中啊，啊，有很好的志向，很高远的志向，还未必能得到，啊，那如果没这个志向，那就更不可能得到了。下面第二个问题，在自然科学的科研工作中，会有一些科研课题属于理论性探索，比较强的，研究成果对推动科技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意义很难确定，至少近期价值看不到，进而呢，基于这种科研工作所发表的论文也存在着类似问题，这种工作是否如法呢？啊，这是谈的是基础理论的啊研究啊，基础科研啊，可能不能够马上啊见效啊，一个理论提出来啊，可能是啊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呢才能用于实践啊。那么在这方面的理论啊，如果是啊从事这一类的研究工作啊，
那么做这种工作是否如法？如不如法，要看啊，对这个社会、对众生是不是带来真实的利益。啊，如果是啊，带来的是反效果，啊，比如说这项科技工作，啊，这项研究，可能带来啊不好的后果，那就不能去做。啊，就像如果我们在物理上啊研究。啊，研究出啊这种啊啊原子弹啊制作的原理啊，那么这种研究会导致呢野心家们呢用来制作杀人的武器，那研究这个理论呢也就不如法了啊。所以呀、啊，要有慧眼呐、啊。选择工作，一定是啊，要以利益社会人群啊，而且是有长远利益为原则的。啊，像古代我们中国的啊古人，他们都很聪明啊，他们发展科技啊。不是不能发展的，可以发展的很好啊。四大发明啊，都出在中国啊。啊，你看，在三国时代，诸葛亮他就已经发明了木牛流马，这是呢最初的机械化运输啊。啊，但是呢，后来诸葛亮把木牛流马的技术啊给毁了。啊，不让他传给后世。啊，为什么呢？因为诸葛亮有智慧呀、啊，他知道这些科技啊，如果落到野心家手里，会利用这些科技呀、啊、来啊破坏、危害百姓啊，所以呢。他宁愿不发展这种科技，也不啊留下这个危害人类的机会。这是古人呐、啊，他有这种智慧，有这种慈悲啊。这是啊，从事啊科研工作的人员要。懂得的道理呀、啊，啊，茂森是从事金融研究工作的，啊，研究金融，研究到最后，目的是什么呢？帮助人呐、啊，如何去挣钱呐、啊？啊，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最低的风险得到最大的利润？增长人的贪心啊，所以茂森就辞掉这个工作了。这个工作不好啊，啊，现在走上圣贤教育的道路啊，把古圣先贤的这些智慧呀、啊、给大家分享，这个是啊，有百利呀、啊、而无一害。啊，所以茂森做得非常开心，啊，这也是赎罪呀。啊，第三个问题，基于江本胜博士的水结晶试验，对于其他材料是否也会存在类似的特点？比如，对于地基、路基中的土体，可以钻孔取土样，它的微观结构可以通过显微镜观察并拍照片，那会不会随着做试验的人的心念不同，而同一土体展现出不同的微观结构呢？啊，
这个按照道理来说是应该这样的。佛法告诉我们，一切呀、物啊，都有见闻觉知。为什么一切物都有见闻觉知呢？因为一切物啊，都是唯心所现的。那这个心，它的功能啊，本能就是见闻觉知。它就能够看，能够听，知觉，能够明白人类的意思，这是知，见闻觉知，那么，所以江本胜博士的水试验，他证明了水有见闻觉知，它能够按照人的心态不同啊，展现出不同的结晶结构，这是一项很好的证明。证明《华严经》所讲的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那么不仅水呀、一切物啊都是如此的。这个如果用土来做实验，那么我相信只要你的试验呢设计的比较的科学，不会有这个负面的或者是这个副作用产生的话，那么你也能够发现的类似的结果。所以你可以用不同的土或者是相同的土不同的心态来对它，或者呢，给它贴上不同的那些这个话语比如说有的贴上“我爱你”感恩你有的呢用“我恨你”“我讨厌你”我杀你”这些恶毒的语言放置一段时间之后，再去看它的微观结构有什么不同。这个试验呢是可以做看看如果有结果也我们也很希望来看一看请你跟我们也分享。好，下面一个问题。弟子有一桩非常迫切的事，恭请钟教授帮助促成。弟子是居住在河北省，平时自己在家听钟教授讲经，孩子7月份初中毕业，他没有责任心，懒惰，对父母没有一点感恩心、孝顺心，对老师不恭敬，对父母不沟通。弟子给他讲《弟子规》的道理，他也听不进去。弟子又反省是自己做的不好不能感化他。弟子心里非常忧虑，希望呢他能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想带他去庐江文化教育中心现场学习，与中心联系，中心不办未成年人班，恭请钟教授在百忙之中与中心联系一下，在暑假期间办几期未成年人班，帮助他们补补做人的课，或者在其他什么地方能接受同样的学习，恳请钟教授赐教。这个可以给文化教育中心写函申请希望呢他们能够在暑期办这个这些幸福人生讲座的班那么据我的了解，他们现在每个月都会办一期可以跟他们直接联系打电话呢去询问如果有这个班看看最好是报名那么
中心的这个马路对面呢，他们有一个正明学校，啊，是中心的老师啊，每天在那里上课，啊，这是对外的，啊，不仅是正明，啊，所有来参观访问的人都欢迎啊，进入课室啊听课，啊，那么这个也可以呀，啊，啊，到这个正明学校去学习，啊，具体情况呢，可以跟中心呐，啊，来联系。那么我们这里实际禅寺啊，那每天呢也有我们的法师们啊来讲课啊，那么讲演的内容就放得更开了啊，因为在中心它是啊以儒为主啊，对于道对于佛就不能讲到很多啊，那么在实际禅寺这个就没问题，儒释道三家啊，通通可以放开来讲啊，所以我们这里每天早上啊都有课程啊，法师们讲伦理、道德、因果啊、哲学、科学啊，这些内容的课程啊都有啊。主要现在的课程呢是围绕四个根的教学啊，在中心现在呢。啊，主要是以《弟子规》啊扎一个根为主啊。那么在实际禅寺啊，这个佛教道场啊，啊，那就可以啊再加上啊《感应篇》《十善业道经》和《沙弥律仪》啊，四个根呢同时来扎。那么这个呢，也是啊欢迎啊。您可以带着孩子啊来参学啊，同时来参加三十系念的法事啊，这个超度法会啊，这是700天啊，一直到呢2010年啊3月25号结束啊，700天的护国息灾法会啊，每一天我们这里都有啊四个根的啊。这个讲课，上午上课啊，下午参加法会啊，这个是非常殊胜的因缘。好，下面这位同修的提问：我在收看《修学与生活》座谈会时，曾听您说可以在家。啊，读诵三十系念法事，我很感兴趣，有啊如下的问题：一，在家读诵三十系念法事时，要不要立牌位？如何立？啊，这个可以立啊。那么这个牌位呢？啊，按照自己家庭的情况啊，这个可以呢，自己呀。拿一张整洁干净的纸啊，恭恭敬敬的写上来啊，或者是用电脑啊把它打印出来啊，立在啊佛龛上啊，这就可以了。第二，读到文中王林某时，这个某字是什么意思啊，用什么字眼来代替读出来？这个某啊，一般就是啊我们这堂法会所超度的亡灵的姓名啊，你要超度某一个人，就把这个名字啊，把它啊念上去啊，亡灵某某某啊。那么如果超度的人很多，像我们这个道场里面，就用啊一个啊普遍性的叫法啊，是往生堂上啊众等亡灵啊，这就可以了。啊，就包括了牌位上所写的全部的啊亡灵。第三个问题，最后的书文要不要读？如果要读，是否按文照读？我在香港佛陀教育协会读诵后啊，还要焚烧书文，在家里要不要焚烧？这个书文呢，啊可以读，啊。那也可以不读啊，我们现在在啊这个华严讲堂上呢，我们就没有读
那么如果你要读啊，那就最好呢，先填上啊一些有关的内容啊，因为那个书文它有一些空格啊，那是要填上啊，这是王林某某某啊，这个啊，包括你今天做的法事的年月日啊，这个地点啊，都要填上去，读的就顺。啊，那么如果是在家里啊，只做一堂三十系列呢，做完之后可以把书文呢焚烧，啊，化掉，啊，如果是啊连续的做，那书文可以啊最后一次法会之后再焚化，啊，就是啊等于是一个书文啊做到最后，啊再进行焚化。好，第二个问题，我在网上获得你于2008年5月10号在华严讲堂写的《古代帝王和谐世界的法宝·孝经研习报告》《孝经概要》啊，也是五重玄义，我读了觉得很有受用，但其中有一句不太明白，就是“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计”，出自啊。《道德经》大象章第35，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另外，你引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啊，这是《道德经》反复章第40，来作为变体，以道为体的依据之一，请说明一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啊，这个是啊，墨学给《孝经》啊。判体啊，体这是讲到啊，这部《孝经》啊，它的根本的原理是什么啊？那么《孝经》这个孝啊，它是德之本啊，德是依道而来的啊，随顺着道啊，就叫德啊。所以啊，茂生判他啊，这部经啊。是以道为体，那么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计，这是形容道的啊。老子在《道德经》上讲的啊，这个视之不足见，就是我们眼睛啊看到万物，但是呢见不到啊道啊，道啊是无形无相的啊，所以呢。不能见啊，见不到。虽然见不到啊，但是呢，万物都是道生成的啊。这个道在佛法里也称为自性啊，自性能生万法啊。它虽然生万法，但是它自己呢，本空寂啊，没有形象，六根都接触不到，所以眼不能见，耳不能闻。啊，口不能够啊，啊，这个鼻子不能嗅，舌头不能尝，身体也触摸不到，甚至连意都想象不到，眼耳鼻舌身意啊接触不到的，啊，这就是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的意思，啊。那真正会视会听的人呢，就在万法当中，他就见到了。啊，就像中峰国师开示当中说的，啊，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啊，唯见无生，无生是道啊，不生不灭的，啊，它是万物的本体。啊，从哪里见呢？就从万物当中见，万物是有生有灭，叫俨然生灭。啊，从俨然生灭中啊，见到不生不灭的道。啊，那么道虽然视之不见呢，听之不闻，但是它的作用啊，是广大不可啊无边的，不可思议的。
叫用之不可计也。啊，这是在作用上讲。啊，为什么呢？能生养万物，创造宇宙天地，这作用不可思议。啊，所以叫天下万物生于有啊，有生于无，这个无就是道啊。啊，为什么称为无呢？因为呀，它是六根接触不到，它是空寂的。虽然空寂，又不是什么都没有，所以无啊，它不是什么都没有，啊，它是妙有真空，啊，这是讲到道的含义呀，很深的，啊，这是跟佛法相应，啊，所以孝，啊，它就是啊。自信的性德流露啊，所以称为道德啊，由道而生的德，而孝是德之本。嗯，那么最后啊，我们看到他最后一个问题，我最近有机缘得到一本圣经新旧约。我看了觉得里面讲的道理很多和佛讲的道理相同，如摩西十诫里面就明确规定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啊，陷害人，要孝敬父母等等。我觉得圣经很好看，我看了亦有收益，但我是佛弟子，在皈依时曾发誓自皈依法，永不皈依外道典籍，我能阅读圣经作为参考工具吗？啊，这个外道啊，是讲的心外求法，这种就叫外道。啊，假如我们呢，看其他宗教的典籍，也能处处啊，归到我们自信上来，这就不是心外求法。啊，像我们讲的《孝经》，啊，讲《道德经》，跟佛讲的是一样的。那这就不是心外求法，那他们就不是外道典籍了。所以纯是不是外道典籍呀、啊？看我们的用心。那我们如果是初学，佛法的根基呀、啊、还不牢固，最好是啊专一为好，啊，先在这一门上啊佛法上面呢扎好根，啊，深入。通了，然后再去看其他典籍啊，那你看到那些典籍通通都是佛法了。好，那么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呢就分享到这里啊，有讲的不妥之处，请各位菩萨大德多多批评指正，谢谢大家。